有武友问，很多时候用到反身技术该如何练习呢？我们在跳摩登舞的时候经常会用到反身技术，比如在跳华尔兹预备步的时候，预备步 1, 2, 3, 4, 5, 6， 比如在跳 Tango 五快步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会用到反身技术 1, 2, 3, 4, 5。现在呢，教给大家一个小练习：双脚直接挺弯，放下重心，收腹，提臀，中段要挺直。现在练习横膈膜转动，在转动的时候，胯部不要跟着身体转动，肩部不要发力。转动横膈膜，这样会使我们的横膈膜更加的灵活，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弹性能力。